会的老树干鼻炎。既然我在 Roblox 谁是杀手中使用各种超恶搞人的外观，像是这个就可以假装我背后就有个培根头杀手，这个假装我下面就有个死掉的培根头，还有各种超级疯狂的，就让我们来看看会发什么好笑的事情。每周一三五看鼻炎 YouTube。我们开始先用这个经典刀，就拿在手上而已，这很单纯。OK OK OK， 我现在的假刀已经出现了，我先躲起来，不想让大家看到我。各位你看， Hello， 这就是第一个啊，已经有一个培根头想过来看了。各位，如果你们觉得那个培根头很可爱的话，那就帮这影片按下个喜欢吧。毕竟今天这影片我们要花很多 Robux 买这种奇奇怪怪外观嘛。然后订阅我频道，让油干鼻炎达到135万订阅。Oh my god， 第一次要开始了，第一个算是最普通的。我这是外挂、欸，那个培根头是外挂。Bro， 我是警长，但我现在手上有一把刀。OK OK OK， 我先这样躲起来，然后等下吓吓他们，看有谁会真的相信。但我是警长，所以也不会有人射我。OK OK， 哦、oh ，开始。OK， 哦、oh ，吓别人。哦、oh ，你们有被吓到吗？他们好像没被吓到哎、欸。准备好吗？好吧，我直接把杀手杀了。这张地图太小了，来不及骗人。我觉得我换一个移动的动作，让我走起来是有点动作可以吓吓别人的。呀呀呀呀呀，这样就更可以吓人了。你看我现在手上有个刀，然后大家都会看到，因为我在抖动。OK OK， 迫不及待要恶搞人。OK OK， 开始了。我这次是无辜的人，但我右手就拿了一个刀，超级像的。一般来说，你杀手的话，他是会举高高的。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外观是可以举高高，但是这个我觉得也蛮像的，我去吓吓人。Hello there. Hello. 哦，看一看他跑走，他跑走了。Oh my gosh， 各位，我真的直接被杀死了，我被警长射了。OK，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，我就是要骗别人杀手，但是我没想到我真的会被杀掉。看着刚刚那个警长是那个金发妹，然后我真的吓到他，他就把我杀了，他现在一定超疑惑的。这回合是无辜人，但是手上你看我已经有一把刀，超级像了。Hello there. OK， 我等下来吓吓他哦。这个女生她等下被我吓到。哎，开始了。哎哎哎哎，看她会不会移动？哦哦哦，她移动了吗？哎，她走了，你看她走了。不要怕，我是平民，我是平民的。What the heck？What？你是杀手，让你怕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人刚刚真以为我才杀手，直到过了几秒钟，想说，对啊，我道具栏里面有一个刀，我才是杀手啊，然后再回头把我杀了。不过我运气也是蛮不错的，刚开场吓两个人，就直接吓到警长跟杀手，他们直接都把我杀了。OK， 接下来我决定我们来试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我特别做的外观，假装我死掉。各位你们看这个外观，这不是很像死掉的时候有了那种外观，就躺在这边，而且连头都不见了。我还有一个无头33 Robux， 但其实你用什么小小的苍蝇头也是 OK 的。OK， Bro， 我这次又是警长。Oh my god！ 快看看我。OK OK， 我就躲在边边这样子，假装我死掉了好了。OK OK OK， 我现在死掉了好吗？我就是死掉人。Hello there。不要告诉我你杀手。No way！ 他是不是把我杀了？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女生就在旁边的关系。Sorry，Oops。Red。Oh my god！ 这回我是杀手。Red！ 而且我没有玩过这张地图，这是我第一次玩过这张地图。OK， 没关系，当杀手我也是蛮开心的。先让我快速看一下这张地图长什么样子。杀了一个人。哎妈！这射不见人，你们都在外面玩，你们没有找我，你们没有。警长在这里。What the sigma？Bro, oh my god, 警长掰了，还想拿枪？你想拿枪是不是 ？Hello, no, God, please no. Hello, 想拿枪是不是？很多人想拿枪，还游泳，游到直接死掉了。Hello, fastest boy, yeah, yeah, no. OK, 想跑酷这样子。Oh no. 要不要玩溜滑梯？是不是只剩下你，小女孩？死前玩最后一次嘛。哎呀，玩玩玩，哎、欸，玩到了，拜拜。拜拜耶！度假村变成不想被黄标现场。Camper， 不，你连 camper 都不会拼。哎呀，这个警长干嘛一直看我？Disgusting！ 为什么这样伤害我？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对这宿气全部人都记得了。我要赶快把我外观换掉，我要换成培根头，各位，不然我现在这宿气大家都记得我了。赶快躲起来 ！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我这边有个缺点是，我是买白色的。如果是培根头外观，应该要买黑色的，看起来比较不明显。OK， 我现在一开始我要改一下策略。这一次我是无辜人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先躲起来好了。哇，在这边好像死人哦，像到一个不行哎、欸。但是我先躲起来，等到杀手杀多一点人，我们再出场演戏。嗨嗨嗨嗨嗨，这边一个女生吓吓她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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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怕了吧？这起来吓人的。那时候好像又只杀了一个人。我看杀后等下八成。What the heck？ 警长是外挂 ，Bro。如果这伺服器有外挂，我刚刚是怎么赢的？感觉这杀手没有在杀人，过了好久都没有事情发生。我直接出去看，就死了一个人在这边，死了两个人。哦，有另一个死。OK OK， 这时候我就躺在这边好。OK OK OK， 我们看看，等一下杀手会不会觉得我是死人？哦，杀手来了，他会再杀我吗？我就不动，然后在这边。哦，感觉他要杀我，他居然没有杀我吗？我还没融入在了其他尸体旁边。OK。Oh my god！ 我要被杀了，不可能我不被杀吧 ？Psych。OK， 我要被杀了。啊，差一点！我觉得表面上很像，但是我这白色露出来一点，还是有点差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加上这位玩家看起来不是太新手的，然后他就知道我是假冒的。我们换一个伺服器看看，然后我顺便来修复一下我的外观，把中间那个地方变成黑色的。你看，我现在修好了我黑色的这边外观，虽然还是有点没有完全融入，算了，但是先试试看看，就这样子好了。其实我们用这个 fry head 也可以，这个苍蝇头小小的，而且更便宜，苍蝇头小小的就隐藏起来了。我现在应该就像是一个死掉的培根头，我们就用这个头吧。Come on， 这次我一定要骗到人，赶快先躲在上面好了。我真的要等到多点人死掉。耶，很好很好，已经有人挂了。我觉得我得走，我应该。跟大家走 ，OK， 走这边，然后等下随时停。我们看到杀手就马上停下来，让他觉得我是死人。哦，有脚步声，我好害怕。一出来就看到杀手， okay， 应该在远远的地方。我听起来觉得在远远的地方。OK， 我直接用看着，看他从哪里过来。有人紧张，警长，拜托不要把他杀了。我感觉那杀手在手枪，然后现在有个人拿到枪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得去看一看了，不然等下杀手就要直接被杀死啊。这边有死人，这边有死人，我猜杀手应该就在这附近。OK OK OK， 我在这边假装死掉，最后到900这边我就赢了。哦，杀手来了，我们看他会不会发现我，他会发现我呢？啊！发现了，没有，可能真的躺得不够死的感觉。Oh my gosh! Bro, how did he buy the fake dead body? 你都认出来了，还很惊讶干嘛？我换伺服器了，这伺服器是不是都 IQ 100？ OK， 各位，让我们再试一次。肯定就是这一次啊！我是警长，又是这不熟悉的地图。地图真的好大，躲在这边吗？反正杀手应该就开始杀人。啊，果然 ，OK， 我赶快去融入那些尸体，然后又不能被发现。Oh my god， 这个杀手是蓝色衣服的，啊，这蓝色头发，他来杀我了，为什么要特别指定我？你不要逼我，我警长哎 ，OK， 我想融入尸体堆 ，OK， 我是警长，但是下不杀人，哦，他在那边，我没有办法融入哎，他已经知道我了，还可以融入在尸体堆中吗？我们来融入一下，我这边这样子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我就躺在这个黑跟头女生旁边，这个最后一次了，死掉我就真的认了好吗？希望我已经融入在尸体堆中了，他应该刚在专注杀另外一个女生，啊 shoot。真的没有看到我。Let's go！ 我们终于融入尸体堆了吗 ？Oh my god！ OK， 他在杀其他人。你看他刚刚惊悟，就认为我跟那个尸体是一模一样，确实是蛮像的。OK， 你看他完全没看到我，他在我旁边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，真的骗过了吗？他真的找不到我哎，他刚刚明明才在追我，现在就忘记我的外观了吗？最后18秒我要获胜了，只剩我一个人活下来了，我是融入尸体堆中。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，Yes， 假尸体获胜。Oh my god， 他看到我了，他出来了，好生气。警长就是我了，对，哎，现在大家都过来记起我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恶搞人的，就是这个一个假的枪在后面浮起来。OK， 我赶快先躲起来。又是这张地图，他们都是喜欢这张地图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苍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有一个假的枪，就把它放在这边好了，然后有人来捡这把枪。哎，有人来捡吗？他来捡哦，好多人来捡！你看这两个女生来捡假枪了。哦，他不知道说他是警长，为什么这还有一个掉落的枪 ？OK， 谁要枪？这边有。哦，这个女哦，他们都来拿枪了吗？谁要拿这枪？哦，金发妹又来拿了，不要坐在我旁边好不好？根本给看 ，Bro， 不要跟我开挥手。我要出来了，出来骗更多人。那么谁要这个假的枪？哦，有人拿枪了，这培根头女生来拿枪，不，我这样居然没有被杀死吗 ？Oh my god！ 所以我现在就是换了一个超，哎，这培根头女生又来拿枪了，其实枪在培根头手上了。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很小的苍蝇外观，他们好像也看不太到我。你看这金发女生又来，他们都来拿枪了。
你不要害我挂了，你害我挂了 ！Oh my god， 我居然还活下来！我的假枪害死两个人，我要用假枪的外观活到最后了吗？太好笑了吧！不要过来！你要害我挂了 ！Oh my god， 真正的警长挂了，现在有两把我的枪，你看，真正的是比较深的颜色。OK， 那蓝法蓝过来了，我感觉他要把打手杀掉了。不过看起来我们的假枪很成功哎，一大堆人过来拿，然后还直接挂掉了，而且杀手还没有要过来杀我，你看。杀手完全没有要过来杀我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。我们要赢了 ，Let's go！ 假枪骗了一堆人，害好多人挂掉。Oh my gosh！ 下次金发妹还想加我好友，她被我的恶搞帅掉了。果然女生都喜欢坏坏的男生，或是坏坏的苍蝇。OK， 各位，其他的恶搞外观就留到之后的影片。欢迎各位订阅追踪之后的影片，也欢迎 AN2 高手在留言区告诉我还有什么恶搞外观，希望我之后影片试试看，因为目前都感觉超成功的。那各位喜欢这部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，然后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别人 YouTube， 我是干笔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